没有出息哦，啊，农夫啊。 太厉害了，我们一直还在猜那个小白鹤，哎，这个小白鹤，我不想说它是一个龙夫，对不对？太农夫了，是小白鹤，你们有没有人猜小白鹤的？没有，真的，这个初中猜小白鹤。等一下，小白鹤有四五只啊！没有，我们刚刚那个句子已经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是什么？ 花嘴呀，在田埂上摇屁股，不是拉屎哦，是摇屁股啊。好了，那我们第一组啊，掌声。你跳得很好了。枪你放你的。你跳得很好。其实本来今天哦，应该是有两道题目。 啊，我刚刚也想到说是不是要三道题，可是后来想一想哦，我自己哦吹风都已经吹到细细准了，我想说就算了。